北凉的可想生气灰沙，你个嘴巴，不用，像是见光顾着生气了。你仔细看你的面容，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面容，我娘应该喜欢。 我歇会儿。你说他是不是心智有问题？许凤年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还见过他们呀？真没有。咱们说正事儿，前辈，你知不知道轩辕家那位老祖？啊，灰山谷牛将大雪平上，轩辕大盘。 和我斗过剑呢，还活着呢。谁赢了？我只输过王先知啊！哎，你刚刚说了轩辕大盘什么境界？天象境。打开腾讯视频，搜索开端，点击预约，第一时间获取追剧快乐。